又来啦，跟你说，我那个什么，很衣杂，还挂衣服衣杂，现在弄好先，不用浪费你们的时间了。很简单，那个棋盘那个哈，我为那个棋盘已经烦恼很久了。为什么？我你懂的，你垃圾就因以前呢，政府没有做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结果的。后来政府做了，做了又结果，挡上来，挡下去，所以变成了我们有垃圾看不到，很难清洗，很难清理。因为，发觉你头发积得很多的时候，你根本上没有办法溜出来，弄出来。那么后来呢，我就想到个方法 ，good idea， 就是很简单，你弄个衣架，弄长了咗之后，最上面，头上到下，然后最上面呢，量过一次。一次咁样啊，一次嚟分工合作咁样弄一沙弄一沙，哇真的，然后睇你有没有头发呀撩出来，哇弄出来咗之后，你想证明，其实我对你说唔需要证明噶啦，我弄了先啊，根本上唔需要证明，我已经知道已经成功了，因为我尝试过呢、这个方法系 good idea 噶啦啊，我跟留回去先。咁然后呢呢度呢肯定通了啦。因为我现在呢没办法做嗰种东西给你看，因为我已经弄好了。OK， 就是很简单，嗯，省好多钱了齁，拜拜。